Hello，大家好，我江江。今天呢，我们终于抢到 Seven 的299 Hello Kitty 福袋。我先开这个红色的这个福袋好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终于打开来了，这是一个虎年的 Hello Kitty 的购物袋。那它旁边呢，还有这个束口，还可以把它束起来。然后如果东西背的很多的话，可以这样子拉起来的感觉，不错。那光这个材质就回本了，这个是超耐用的这个帆布哦。OK， 我们把这个，哇，它用黑色的塑料袋包起来，哎，就是感觉打开就很有惊喜，这感觉就不一样了。那我们直接把它打开，看有什么东西啊？哇，哈哈，这是什么？七七乳加巧克力，蛮牛，哎，快速充电哦，宝利达的 ，Airways， 这个是野莓的口味哦，哎呦，我喜欢的奇虎饼干呢，是吗？鲜酥饼，啊。原来它的重量是来自于这个伊藤园的这个茶。哎呦，再来是它的红包袋，金色的，金色 Hello Kitty 的，红色的这个记事本，兑换券，还有抽奖的，还有一些折扣券的。再来，我们开这个蓝色的五年的购物袋。它的这个这个爱的这个金币哦，啊，开箱咯。哒哒，这也是一个可爱的购物袋，然后旁边有这个很可爱的，让把它可以竖起来的，让它这样子，有没有 ？OK， 我们就直接打开看看有什么东西好了。一样，有这个黑色的塑胶袋。一样有我们的 Airways， 然后一样有我们的这个茶，然后一样有我们的这个咸酥饼，一样有七七乳加巧克力，一样有祈福饼干，哦，一样有这个蛮牛，所以他该不会这四包都一样吧？运气这么好 ，OK， 然后。一样是金色的福袋，金色的这个红包袋啦，然后红色的笔记本，真的还蛮可爱的，这次做的很精致哦。下一个，哇，这个比较有厚度，这个有没有？它是缝上去的，然后这个 Hello Kitty。很可爱，它这边有个小型的蝴蝶结哦，是这个就没有这个束口的部分了。OK， 那我把这个奖项应该会不一样哦，我觉得有可能不一样。OK， 先把它打开了。喂，又是咸酥饼。祈福饼干，七七乳加巧克力，哎呀，蛮牛啊！茶，Airwin， 有啦，我觉得这次的这个笔记本不一样，它是条纹的，而且它是这个跟我们这个包包的那个感觉是一样的。所以我在想，它有可能这个是跟这个搭配的，所以不一定是随机的吧？我猜啊。然后它的这个金色的红包袋啊，那我觉得我们这一包呢，就先不要开好了。我觉得它里面应该也是跟这些东西差不多啊。那各位如果想要去买这个福袋的话呢，就再自己斟酌到底要不要买咯。先这样啊，各位，下次见咯。那如果我那个之后呢？如果有抽到什么大奖，比方说汽车啊，比方说什么比较好看的，
我再跟大家分享。先这样子哦，我是江江，谢谢大家观看，下次见哦，拜拜。